有请易建联。泳池是可以很保护你的一些关节啊，或一些伤病的康复的。另外是泳池可以做到一些肌肉的爆发力啊和耐力，这是在平地上是做不了的，因为它有阻力。所以说等一会大家分享一下。大战在水中全速跑，腰腹这里要收紧一点，然后身体往前倾一点，用力用力，手用力，每一步要蹬出去，这样蹬出去，对，这样蹬出去，水里拉的话，肌肉会拉得比较开一点点。因为大家可能输了两场，而且我听说都是被最后逆转，那么在落后情况下，我们还是要首先要赢一场比赛，来去找回这种赢球的感觉。我们还是要很积极的心态去准备下午比赛，我们一定会赢。对，接下来有请前 NBA 球员 CBA MVP 易建联。就是灌篮，这种炸裂的扣篮只有在这个场上才能看到。刚知道阿联成为我们队的魔王队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了一个极大的提升。天神下凡啊，真的真的是天神下凡。这就是灌篮魔王赛的第一节比赛即将开始。首先由 J Team 的球员队发球，杨正，哇，面对阿联稍稍有些慌，不要紧张。哦，大魔王的气势啊，上场之后直接造成了失误。这边就因为跟易建联打不会玩了，把球传出去了。放轻松放轻松，各位，易建联右侧弧顶，哎，自己一个失误，交还给钟建超。钟建超连续的失误，看来魔王对抗赛的激烈程度就是不一样。易建联连个真打呀，有意跳投命中 easy。 啊，真打，交换球权，丁威迪进行发球，交给钟建超，挡拆之后，钟建超面对丁威迪稍稍有些慌张，这个球能不能拿到底线，转身没有力量，又是一记失误。丁威迪交给易建联，哇，哎，哇，哎呦，怎么样这个球？回来一记火锅。知道我们平时跟他们打是什么感觉了吧？他们真正的打，给你的火锅加点酸汤啊。易建联，哇，两发不中，但是抢到篮板。易建联转身内线，啊哈啊哈啊哈 ，In your face， 刘恒毅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易建联，现役中国篮球第一人，哇，无解，统治级别的，真的就是他想打个两分他就打两分，他想隔扣你，那就隔扣你好了，就是为所欲为。我上去以后，通过前两个回合就感受到，其实对方是很认真的，那么我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和
很好的发挥自己，这样我们也是叫做我们相互的尊重。杨正，右侧面对阿莲，稍微有些慌张，走走走。前两场表现完美的杨正，面对易建联的防守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们跟广东打，我们一挡他也这样，连哥又换到我防我，这种感觉好熟悉。易建联现在要想办法尽可能为自己的球队扩大领先优势，内线造成犯规，罚球，好球！这样的球员除了犯规还怎么阻挡呢？球。刘恒毅今天防守的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他就是一直防易建联，我觉得我全队最可以防他的就是刘恒毅。刘恒毅要小心了啊，自己已经两次犯规，两次别急。两罚全中，比分差距来到四分，龙骑士10-6领先 JT。 掩护之后想找到里面的大打小，但没机会，没能把握住机会。钟彦昌外线，杨正跳投还是没能命中，刘毅强断，换换换，哎，犯规，好球啊，好球啊，裁判裁判。龙骑士换上了延续，好了，两罚中一，换人 JT， 换下姚正，换上张晨鑫，定位敌依然是打内线的阿莲，哎，力量不吃亏，但是欧阳跳投命中。刘恒毅的表情已经开始有点脱水的状态了，是吗？他累了，非常累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其实一直都清楚自己和职业球员的差距，对。刘恒毅已经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中锋了，但是对抗他简直就大人打小孩一样。职业 team 请求换人。丁威迪空位的机会没有选择投篮，给到内线阿莲，造成犯规，一罚命中，好球，亮哥，两罚全中。他可能是一个 man， 然后大家都是小孩。J-Team 的球权选择直接投篮三分，没能命中，张晨鑫拼命抢回篮板，但是给到了丁威迪的手中，手手手，延续还能自己抢到篮板，很聪明，漂亮，延续得分了，帮一点易建联，给到丁威迪，把空间拉开，三秒钟，漂亮，三分命中。钟建超面对丁威迪，传给张天翼，哦，罚球。上场的是杰伦哥周杰伦。今天有意思啊，今天玩得很好啊。周董在场上得分翻倍，哎，主动防守易建联，完了，连哥不好意思打了，完了，这叫，这是心理限制啊。
这样上去让我打乱他们节奏，他不可能好好打，对对对。哎嘿嘿，跳投，哎，还是有影响的啊。转给他，终点车交给周杰伦。我们都是篮球爱好者，我喜欢的篮球的心态是不输给任何球员的。是不是要还一个 answer ball？ 哈哈，一队视若无物，直接突破进入内线。杰伦哥，哇，变成易建联，哇哦，空位的机会。哇，险些命中，出来，阿联交给丁威迪。没想到这个易建联防守我也是啊，防守挺认真的，早知道不给他看演唱会了啊，之前还一起看过演唱会，没想到啊，这次跑到别人队上去了。好，加油！好，两个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刘洪毅险些在阿联手中抢到篮板，但是阿联面对刘洪毅转身过掉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。好球，杨光！太棒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无敌！给到阿联，面对杨正，防守很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没办法呀。给到易建联，转身的一记后仰，转身的一记后仰，哦，in your face， 命中。易建联跟丁威迪真的是，不管是进攻防守，都对我们整个球队造成太大的压力。然后比分越拉越大，越拉越大，当时整个心态都崩了。对，丁威迪实在是太轻松了，两分命中，灌！丁威迪一个后撤步的三分命中。他可以助攻，可以得分，个人实力很强，他对我们的贡献是真的也是非常大。梁哥，梁哥，你想休息吗？可以吗？我们队还有谁啊？我们队还有孟翔。但是他顶不住那十二，你想现在休息还是一会儿再休息？他顶两分钟，你换我两分钟。你换他两分钟，换一下人。在第三节里面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比分的优势情况下，我们还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，重新找回这种控制比赛的节奏。龙骑士29-26领先三分。防守！别犯规！别犯规！犯规！哎呀，双方的犯规次数都已经达到上限。哎、别犯规！两发全中，龙骑士的球权目前只领先一分。别犯规，别犯规啊！依然是张宁，别犯规。不伸手，不伸手，防得好，打内线造成犯规。两发全中。58秒，龙骑士31-28领先三分。杨正错位的机会给到内线，刘洪毅给到李志锦，自己抢到篮板造成犯规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可以，可以。如果说他一旦在低位一打一，别管了。防外线，我们赢三分。防外线，别管了，哎，让他一防一，别管了。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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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慢一点。
两罚中一，扳回一分，现在只差两分。防一个，防一个。龙骑士的球权。张宁，给到朱明镇出手三分，险些命中。JT 抢到篮板机会，三十秒的时间。两次罚球，两罚，一罚不中，篮板，依然两罚中一。我们这一组呢，也是从罚球出现问题，就是第一场也是这样，然后第三场怎么也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又一直对看，跟阿联一直对看。已经第七球了，第八球了，都没进这样。哎，裁判，龙骑士请求暂停。光辉，你一直没完成我跟你说那一点，你现在太慢了，你直接是给张宁挡台，没有机会。从那完了，突然间一个变换方向，你给我做一个就行。我需要郭宏燕去做好挡拆，然后快速下顺，同时在进攻当中能够接篮下球打进，然后或者是冲向篮板，还有在防守当中就是顶抢好对方的篮板球，这些是他最重要的任务。挡拆，他还是挡拆哈，你的人马过来掩护，你要这么上来去防的，你不能，你现在是这样，你现在是这样，他运一下就投了，你要这样，对吧？龙骑士，哦，两分命中，张宁。三分，三分，还有三分机会，三分。不给三分，不给三分，全不给三分，不要协防，三分外面别协防，换人，所有人换人，换人，不给三分。出现了失误，张宁，八秒钟的时间。台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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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下。5:03的时间，哎，所有人换人，别犯规。球权给到 JT。究竟这个球到底由谁来终结？不要给三分。犯规也行，犯规也行，犯规。5秒钟，我们领先三分。他们如果说投进个三分球，我们这场就是打平。犯规以后，给杨正去发球，他就算两发全中，我们还赢一分。犯规！先犯规！提前犯规，两次罚球。这次我们提前犯规了，这次没有犯第一次的错误，我们先犯规让他们罚球，然后时间就被消灭了。 Yeah! Yes! 篮板，两罚中一，张宁拿球。龙骑士的球权3:06，直接犯规。他们也是同样的用犯规战术，因为他没有时间，他必须得犯规才能有时间。如果张宁罚进一个，确保我们不能输；张宁罚进两个，确保我们肯定赢。Yes， 一罚命中。Yes。全中，
让他随便投。换人，最后三秒钟，不犯规，不犯规。二一 ，OK。恭喜龙骑士拿下第三场比赛的胜利。张宁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球员，越是关键的时候他越能进，两次关键的罚篮我能够把这两个球罚进。担心受怕了一晚上，又神奇的逆转了，就叫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确实很棒，但是我不想再尽力了。继续第三场都是这样，但就罚球在关键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不是那么显眼，但比完赛你看到一个数据以后呢，如果你那场球是失败的话，你就会看到这些问题。给我的，你给我的题，因为那个第一场球我没犯规，让他搂个三分。这场球我就罚篮，直接犯规让他。就是一会儿打他们魔王队的时候，我们也咬紧了他们。对。丁威迪。给到梦想 three， 差一点。杨正，机会，继续，还是被龙骑士破坏掉。易建联，给到丁威迪，底线的梦想。梦想加罚一次，嘿嘿，有意思啊！今天的篮筐有点想抢戏啊。杨正，右侧面对阿联，稍微有些慌张，走走走。前两场表现完美的杨正，面对易建联的防守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们跟广东打，我们一挡拆也这样，连哥又换到我防我，这种感觉好熟悉。易建联现在要想办法尽可能为自己的球队扩大领先优势，内线造成犯规，罚球，好球。这样的球员除了犯规还怎么阻挡呢？球刘恒毅今天防守的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他就是一直防易建联，我觉得我全队最可以防他的就是刘恒毅。刘恒毅要小心了啊，自己已经两次犯规。两次别急。两罚全中。比分差距来到四分，龙骑士10-6领先 J Team。掩护之后，想找到里面的大打小，但没机会，没能把握住机会。钟彦昌，外线杨正，跳投，还是没能命中。刘毅强断，换。好球啊，好球啊！今天刚孟翔的犯规吹得挺准的，吹挺准，确实犯规了。所以我们上次的申诉，他这次有很大的改进。裁判，裁判！龙骑士换上了眼序，
好了，两罚中一。欢迎。这一题换下姚正，换上张晨鑫。定位题依然是打内线的阿莲。哎，力量不吃亏，但是欧阳跳投命中。刘恒毅的表情已经开始有点脱水的状态了，是吗？他累了，非常累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其实一直都清楚自己和职业球员的差距，对。刘恒毅已经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中锋了，但是对抗他简直就大人打小孩一样。决定请求换人。丁威迪，空位的机会，没有选择投篮。给到内线，阿联，造成犯规，一罚命中。好球，亮哥！两罚全中。他可能是一个 man， 然后大家都是小孩。J team 的球权，选择直接投篮三分，没能命中。张晨鑫拼命抢回篮板，但是给到了丁威迪的手中。守，延续还能自己抢到篮板，很聪明。漂亮，延续得分了。GT 请求换人。GT 全员换下，换上张天翼、冯汉普、钟显超。龙骑士换上了孟博龙，坚持，钟显超给单挑的机会 ，three point， 三分球命中，帮一点，易建联给了丁威迪，把空间拉开，三秒钟，漂亮，三分命中。钟显超面对丁威迪，传给张天翼。有影响的，转给他。钟显超交给周杰伦，
我们都是篮球爱好者，我喜欢的篮球的心态是不输给任何球员的。他第一个球投进，我真的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在做。